八卦掌，又称游身八卦掌、八卦连环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拳术，是武当内家拳三大名拳之一。由于它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余八个方位，与周易八卦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形如游龙，势若猿首，坐如虎踞，转似鹰盘。虽然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八卦掌却以灵活多变的特点在武林中独树一帜。作为八卦掌的始祖，清朝嘉靖年间的一代武学宗师董海川，更是以其高尚的武德、精湛的武技桃李天下，誉满八方。在他的众弟子中，尤以尹福、马维奇、程廷华、史继栋、宋长荣、樊志勇、梁振国、刘凤春最为驰名。作为董海川的关门弟子，素有翠花流之称的刘凤春，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得恩师疼爱。为使爱徒武学造诣更进一步，董海川不仅将八卦掌的精髓倾囊相授，还把刘凤春引荐给当时的形意拳名家刘奇兰。在两位高人的悉心调教下，刘凤春融会八卦掌与形意拳的特点，苦心揣摩，在传统上加以创新，在八卦门中形成了独特的一派——刘凤春派八卦掌。与同门的尹派、程派、史派、梁派等并肩屹立于当今武林，成为中华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常开不败的奇葩。而刘凤春当年颇具传奇色彩的习武经历，至今还为后人们津津乐道。这个翠花流的这名字啊，比刘凤春这个名字呢叫的要响亮一点。翠花流呢，从小时候啊，16岁去北京这个吉祥翠花宗当学徒，到17岁呢，他跟这个眼镜城程廷华学这个八卦掌。等到这个教到那么1年左右，这个程廷华呀，一看呢翠花流练得确实很好，他的聪明才智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程廷华呢怕误人子弟，这样跟这个刘凤春说：“说呀，说我现在呢教不了你了，我领你见老师去了。”程廷华呢到那儿跟老师一说：“说老师，说我这儿有个那什么，有一人啊，也勤奋，也聪明，也好学。说您是不是给看一眼？”当时呢，这个董海川呢就挺不高兴的。说你知道我不收徒弟了，你怎么又给我带来了？这样呢，这个眼镜城呢说您看一眼，看一眼就得。等翠花流一练呢，董海川一瞅，哎呦，就眼前一亮，确实是个武术奇才。说这么着吧，说回头选个良辰吉日，你呢给武圣人磕个头，我就收你一个关门弟子了。要拜师他得烧香啊，烧香呢他这个翠花流呢，他是个徒工，他基本上就是没有积蓄，那么买一股香钱他都没有。这样董海川就是命令技杆的弟子这个眼镜城说，回头你给他买股香，让他给武圣人磕个头。想当初我师爷跟我爸爸就说过，说以后见着程家人这个要多亲多近，
因为想当初你师爷拜师的时候，那股香钱，那是你程师大爷给买的。所以他形成他的这个刘氏八卦，是有他的先天和后天的。先天就是他的资质肯定很好，刻苦练功；后天呢，就是他得到两位高人的同时传授。他得到了这个引进师是程经华，已经成名了，又引到了这个他的老师董海川。在刘凤春之前，那些师兄们都是带艺学的学徒的，包括银甫，包括什么李存义，包括什么程经华，都是武林上的佼佼者了。刘凤春呢是无艺，所以说董海川教起来呢就按他，因为董海川创始这个拳术并无章可循，无章无法的，所以他教这个刘凤春时是按照他的资质去去掰弄他的，所以把他的毕生经历很精华了很多东西传授给了这个刘凤春。因为我刚才说到了他拜了董海川，然后董海川又把他推荐给刘奇兰，刘奇兰也是咱们国近代的武术大家，在他的支派里边主要的传人就有刘凤春这个人。所以刘凤春结合着董海川传授的八卦拳和刘奇兰传授的形意拳，又自成了自己一派的刘凤春派，刘氏八卦拳。所以在我们那个刘氏八卦拳里边，处处能够见到这个形意拳的手法和他的身法，包括劲法。哎，所以说这个是刘凤春自己的一个特点。翠花流呢，盖儿比较小，盖儿要是小，臂就短，这么着，他的这个打人的这个技击这方面啊，他都是比较超劲儿的。刘氏八卦掌特点，他是剑手发手，借力发劲，斜身绕步，斜出正入，既有八卦掌的拧翻走转，又有形意拳的起乐钻翻，他把形意和八卦这两种拳融为一体。所以在人们心目当中呢，都是认为这个刘凤春这个就是翠花流这个八卦掌啊，非常厉害。当时在燕昭大帝一个叫姓马的练双勾的，这名望相当大，因为他的勾呢不同于这个普通的勾，他的勾呢是前面是扎枪型，勾短，所以说他是拜访到，听说北京有一位刘凤春如何如何，就到北京来拜访他。当时呢是这个刘凤春呢是用一根杆来进他的双钩，左进右进，总锁想锁这双钩锁不住，一击之下就把这棍子就弃在一边了，然后就用空手夺的双钩，然后就用我们所练的就是这个白手吐信。开挂的第一掌，奔前一伸手一引，对方的双钩奔下一磕，他回身一摆，对方又向前一进，他一扣步，抬左手捏住他的钩身了，对方一条捏着钩身拽不动了，他的左手的钩又砍下来了，他用他的右手又捏住他的左手的钩，他功夫由此可见他功夫有多大，所以这马先生呢就对他当时就是。折服了，然后就说了一句说先生的手真快，从此呢就两个人来往特别密切，当时这个在北京呢传得很广，就是刘爷空手进双钩。那么刘凤春在北京八卦掌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在董海川的弟子当中也是一个武功很好非常棒，而且呢在他身上又富有一些传奇色彩的人物。老北京武术界一直讲这个，就是当年刘凤春这个一个单反掌打遍北京城。那么武术界，你像原来像醉鬼张三门啊等等很多武术界的这个，包括原来北平武术馆的那个馆长啊徐宇生，啊徐宇生那都是跟刘凤春学拳。有一种说法说董海川有八大弟子这种说法，那么大家虽然各家说的八大弟子版本不一，但是都有刘凤春。那么足以认可，就刘凤春作为一个入门最晚的弟子，但是他的功夫得到了那个武术界的认可。
八卦掌自董海川创立以后，众弟子纷纷加以发扬创新，形成了不同门派，如隐伏派、程廷华派、梁振甫派等，其中一派为刘凤春派。身为涿州人，晚年的刘凤春携子刘文华回到涿州老家，将其一身绝技留在了自己的家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文化浩劫，涤荡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至今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但是当时在民间，在社会的底层，依然有人暗守着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使其得以流传后世。史建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史建华，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涿州市向阳村人，刘氏八卦掌第三代传人，师从刘凤春之子刘文华，曾任保定地区武协委员、竞赛委员会副主席、涿州市政协委员，荣获首届中国武术家成就奖。1952年，师范毕业后的史建华被分配到当时的涿县码头乡北西郭小学任教，在那里认识了隐居乡里的八卦掌传人刘文华。当时的史建华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刘爷就是清末民初誉满京城的八卦掌名家刘凤春之子刘文华。或许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刘文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眼前这个年轻文弱的后生。从此史建华跟随恩师苦练八卦掌20年不离左右，终于继承了刘氏八卦掌的全部精髓。当年师徒俩忘我练功的佳话至今还被人们传颂。北西过西边有一个蒙牛河，那个蒙牛河的水呢特别特别冲，实际上它是那个永定河的一个分支。据听说那河是要是生人趟那河，一超过胳膊半以上去，这水生人就趟不过去，就得给你冲倒了。但是我爸爸那时候黑的机杆呛着水上里边练这个趟泥步去，趟泥步是八卦拳的一种步伐，所以下的功夫吧很重很大。纪杆也说要按我流的汗水啊都不是几身臭汗。我老师做饭做挺像，有时候自个儿什么了馋了就颠两句。他出北房必来是走在门口，不论左脚或右脚都得抬起来踢下那个上门槛，有时候踢两下，踢完之后奔外，哎，奔上把腿抬起来拿下来，跟着就一个白着扶早就出去了。一扶第一步第二步奔一扣，一转身一截腿又一扶腿就到了东屋了。他到这个程度，他说起练功，说练功不是说需要那么认真真的人聚在一起再单身，处处都可以练功。他说我当老师给你讲课，说一加一奔上写，手拿着这个粉笔被黑板一写，一沉肩一坠肘一竖向，功夫就出来了，搁在那黑板上。再写夹字一沉肩无处不在，吃饭一样，他拿筷子一伸，所以他表现在每一个细节上。所以他的功夫有了今天这个成绩绝不是偶然，也是必然的。骑自行车把屁股坐在座子上，他不是从后边迈，我老师从来不在后边骗子迈，我说的是那个年代，那时候五十大几了，五十多，什么时候把屁股坐在这个座子上，把腿拿起来奔上踢一下再放下来再蹬那个蹬脚蹬了，哎，所以他那个功夫是有了今天的成绩
绝不是偶然。躺被窝的也是，冬天冷躺被窝上，叫着名儿，刚才瞧这块儿，把腿拿出来了，把腿再放回来，被窝还不能散，这是我们后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们这个脚呢，是擦着胸脯从腹部提升，是不是从嘴这儿是这么出去，就跟做这个手势这么出去，他不是说这么一撩就上去了。石建华为人温和正直，不是张扬，武学高超，却待人诚恳，在武林中口碑极佳。而在他的弟子们心目中，石建华更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其谦逊的品格，与人为善的作风，至今备受弟子们推崇。那会儿啊，他们在北仑教学，哎，住在那儿，一礼拜回了一次家，然后是天天中午，而是那该放学了吧，就不让我走了，蒸口卷子了。那会儿蒸那四片卷子，买块豆腐。那会儿他们吃的不太多，那段时期好像是，反正蒸八个卷子呀，够我吃六个，他们自己吃两个。哎，然后他们那在那个里边一边做着饭，我这练拳站桩，过来之后给我纠正，所以那段时期是这么过来的。因为为什么到后来到什么程度啊？我妈呀，身体挺就已经有一段时期在防癌的时候啊，就身体已经很不成了。那会儿我爸认为啊就完了，后来就找他们了，说那个，嘿，说意思我妈去世的话，我爸就不活了，这孩子怎么办呀？得了，交给你们吧。完事那会儿老师跟我爸说的，你放心吧，就原话啊，我引用一下啊，学梁子就能娶上媳妇儿，行娶媳妇儿，这我小名叫妃子呀，我让妃子也娶上媳妇儿，就是可以，这都是真实的事。我师傅跟我爸爸说，这是真实的事，所以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我那是在头去世这么有四五天的时候吧，早晨起来我上那厂子上班，那种感觉又不行，我说不行，我直接就骑着摩托车就上老家了。然后那个我刚到那儿，李金波也到那儿了，完事儿俺俩就坐那炕头那儿啊，就看着他们。完事儿那个李金波说，李金波当然他也明白那个老师已经就到这种程度了吧，说师傅说今儿没别人，今朝俩在这儿呢，说那个您还有什么绝招没有？没告诉我们呢。完事儿，这现在就想我给您回忆画面。完事儿，老爷子这么躺着，这边歪脑瞧一下我这手腕抱一下我的手，这边歪脑瞧一下李金波，就是刚才那句话，下面的吃饭喝水，天水的喝汤。这一句话说完之后，我就出去了，就跑那房山那西湖房山那儿，我就哭去了。李金波随后就出去了，抱着我那，真是现在想起都是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真是那种。就是那时候就说这一句话，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为什么不敢啜泣这武术，甭管是工作也好忙什么也好，我天天保持在练这东西，就是说我现在练，我不想将我自己这么着，我就得对得起我师父。许多接触过石老师人都说石老师跟我最好，你像甭管是练拳的还是不练拳的，你比如沙湾的一个叫刘勇的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就在我老师故去之后，就拿着烟，拿着酒，就上向河的南岸，在我老师的墓地那儿呢，去，斟上酒，点着了烟，那跟石老师那儿去那说会儿话，你像，石老师故去了，他还能这么去那儿聊会儿天，你可想而知石老师在的时候，石老师这个为人。多好，他多愿跟石老师待着。恩师刘文华谢世不久，适逢国家组织开展挖掘整理传统武术工作，石建华便积极投入其中，交流教学表演整理，短短2年时间，已在燕赵大地上名声鹊起。与人较技从未输过手，但都是点到为止，其武功武德为众人折服。石建华先生在精研八卦掌之余，还博采众家之长，对形意等拳法的研修也颇有心得。1980年与太极名门武术大家孙建云先生的师生之缘，更为石建华的武学之路铺就了一块厚重的基石。石建华先生60年如一日，
以弘扬武学为己任，孜孜求索，潜心钻研刘氏八卦掌，为刘氏八卦掌的传播与继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他的弟子们所说，老师在他们心中就犹如一座仰止的高山，其深厚的武学造诣和伴随一生的谦逊正直的品格，至今让人难以逾越。能够见到先生，这是我第一大缘分。那么之后呢，在跟先生的接触当中呢，弥补了几个空白。首先来讲呢，刘凤春八卦掌这个体系在北京没有传人了。那么找到先生呢，这个而且是刘氏八卦掌的嫡系啊，嫡传，这样呢弥补了我们一个空白点，这是其一。第二来讲呢，对于这个，因为八卦掌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传承当中，它是在不断的演化的。那么就像我们在考证这个生物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原始状态到现代状态中间这个状态，我们需要找一些活的化石来鉴定说我们这个生物演化的历程。那么我认为先生，我见到先生，见到涿州刘氏八卦掌这一只呢，它由于没有受到就是50年代60年代以后这个城市里这种健身运动的影响，没有受到这个竞技体育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它更古朴。哎，所以呢来讲呢，在这个包括这个康歌舞先生在做那个八卦掌源流之研究写那个论文当中，也有先生的引用了先生的照全照，哎，也例举了刘氏八卦掌的这个诠释。为什么都不约而同的要注重这个点？因为刘氏八卦掌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演就是先生传承的这个技术体系吧，那么可以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它就是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来看到八卦掌，因为我们你的一个体系发展无非是两条线，一个是理论体系的发展，一个是你的技术体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啊。从它的原始状态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繁荣非常丰富的状态，那么在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我认为刘氏八卦掌在这中间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团结一致，积极练功，努力发扬刘氏八卦掌，是史建华先生的临终嘱托。作为刘氏八卦掌的第四代传人，史学良始终把父亲的遗训谨记心间。在师兄弟们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习武之风已经在刘氏八卦掌的家乡越吹越盛。仅史学良亲自教授的学生就已达1000人之多，刘氏八卦掌的传播也遍及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与父亲史建华一样，史学良在练习八卦掌的同时还致力于此项武学的研究和传播。他撰写的相关文章发表于2005年第9期《武魂》杂志上，与师兄朱良成共同编著的《刘凤春派八卦掌》一书已完成初稿。近年来，在史学良的带领下，刘氏八卦掌的第四代传人们多次组团外出比赛交流，为推广普及刘氏八卦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要把武术看成私有财产，它是祖国的文化遗产，我们有继承的权利，就有传授的义务。刘氏八卦掌的第四代传人们时刻谨记着先师的教诲，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立志把刘氏八卦掌发扬光大，永传后世。